这期是什么阵容呢？问得好，阿柱，我们先看画面。成为传奇，潘森阵容组成是这样的，潘森主 C， 搭赛芬、塞拉斯、杰拉，组成六幽影，亚索两狂刃，芬妮两魔导，巴德两秘术，这样八人口标准阵容呢就成型了。亚索巴德没来之前呢，就用奥拉夫武器开四斗两狂刃替换掉，所以看似五费卡多，其实也蛮拼化的。后期如果能拉久的话，一般再挂一个奶妈，但是 7.5 的转值比较多。如果有法转给杰拉呢，也可以上左翼开三法。这套里面啊，除了核心潘森和六幽影，剩下的位置基本都是五费卡，阵容上限很高，尽量是前期连胜的时候再考虑。哎，又是连胜，说实话整个 S7.5 目前就没什么连败阵容，可能就那么一两套吧，所以为了上分，前期一定要想办法连胜啊，兄弟们。装备方面，潘森主 C， 银血泰坦必备，第三件最好是正义，配合银血双吸，靠叠幽影打伤害。潘森技能触发幽影的频率是很快的，所以不是特别缺输出，能活下来是最重要的。如果有续航海克斯呢，那么也可以考虑巨杀无尽或者第二个泰坦，增加整体输出。副 C 赛芬任意 AD 输出装或者漏装均可。赛芬的神装和潘森的重复度太高了，一般对局里面呢很难做出两套相同的装备。而 S7.5 的赛芬单卡本身强度就被削过了，不是很高，当不起主 C， 只能补点伤害，所以大多数情况下保证一个续航装银血或者正义，剩下的装备捡垃圾即可，哪怕是漏装也是能带的。剩下要是还有装备呢，可以优先做杰拉的回蓝装羊刀或者青龙刀打控制，或者做法医、零分、冰甲等功能装给其他挂件带。总体来说，阵容对装备的需求度并不算特别的高，只要优先保证潘森的三件套就行了。站位方面是这样的，老强化符文呢，我们推荐的有这些。好，接下来我们说一下测试完的这套阵容最舒服的运营手法。首先开局先想好要硬玩一把，然后抢大剑或者攻速往 AD 阵容靠，2-1拉4能口，2-5拉5能口。前期最推荐的过渡是这样的，用低费狂刃体系，猴子或者永恩带装备拼羁绊过渡，比较平滑，大概这样就行了。3-2拉6能口，补充羁绊不地牌。4-1拉7能口，前期如果过渡比较顺，连胜血量也高，就可以不地刮几波水上8。但如果不是很顺的话，这套阵容是可以直接7级启动的，所以如果开局大连败经济好，速拉7启动完这套也可以，只是这样的话风险很大，大地至少找一张赛芬和潘森并凑出6幽影。中期7-8能口没有亚索前，一般先用奥拉夫和武器开4格斗，基础卡基本全2星就可以存钱上8了。4-5或者5-1拉8以后，大地找2星的潘森和赛芬完成最终阵，血量健康就基本稳定有分。接下来要是想吃鸡的话呢，就得继续存钱拉9补充阵容的上限，比如找亚索、巴德、奶妈等成卡的2星，没有同行也可以根据数量考虑在8级追潘森和赛芬的3星。接下来我们通过一场团战看一下这套阵容的强度啊。对面是乐补前没有削弱的暗灵乌鸦，两个转值8暗灵，光科技枪配合飞身，男枪、尼拉、狮子狗三个副 C 都有装备，基本可以说是拉满了。而我们这边呢，也是9能口的大成幽影潘森，3C 同样接近神装。但是乐补前的乌鸦如果玩了第一天的话，什么强度大家都知道的。对局开始，后手零分吹起了男枪，潘森和亚索开局集火的是一个传送门的瑞尔，巴德被狮子狗跳到，临死前放出大招，但只控了一个乌鸦。赛芬撞过来打死了狮子狗，同时自己也被激活，血量非常危险。好在奶妈放了一个技能，配合银血的护盾，对面伤害开始不够了。此时潘森和亚索已经把左侧的挂件全部清掉，开始围殴乌鸦。15秒时间一到，乌鸦飞身一个技能收掉赛芬，但潘森的幽影也已经叠起来了，而且技能自带重伤，乌鸦第二个大招明显吸不上来了，最后也是差了一点伤害，我们以三人口的微弱优势顺利取胜。好的，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，讲的不好仅供参考，那么我们下期视频再见。